我想乱多个美女，结果来了只熊。你上来就臭我是吧？你上来你就说我操！哎，我觉得你这个熊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，怎么感觉你这个熊更真实一点呢？是不是升级了？那我一直以来就这么真实。不是，哎，我觉得他这个熊的那个特效啊，比我们之前连的弄逼真一点，感觉他这个像是现实一样。是吧？好大的腿。他，你后面那个是真的背景吗？不是，特效。我知道你的特效好逼真呢。那我这个是 3D 特效。哦，他说那 3D 的有钱，你花多少钱弄呢？没挣钱。5毛钱一张。你二哥厉害，来吧，我们来个三哥四哥吧。哎，你的特效是什么？你带屌吗？请问一下。带什么？你带屌吗？雕射雕英雄传吗？下面你有下面那个东西吗？我认识个熊，他是有下面那个东西的。那你就不能怪我了，美女啊。你没有吗？二哥和于姐都有大腿，你没有吗？你没有那个东西吗？你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下面？你是真的要给自己挖坑吗？那好吧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请问美女，我们能不能同时露一下？你先露，我再露。啊？你先露，我再露。那你一直得像我们，就是你总得来点诚意吧，对吧？你要看我的屌，我说行，同意，三。哎，你真没有看过带屌的熊吗？啊，这个带屌啊，特别屌，我不是一般的屌，我是屌到。给我看一下。那这么着啊，美女，我们不是说一定要看你下面，你只向我们证明一下有，我就一定让你看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就不欺负你了，对吧？我就等于是还是让着你半招嘛。对，你下面有长处吗？你有长处吗？应该是这么，你有长处吗？你下面有短处吗？我有个坑。哎，二哥到处跑，哎，跑来我这里做好啊。你得告诉我们，你得告诉我们下面是就是有还是没有？你想个办法行不行？就比如说，这个总不用我教你吧？就是这个应该玩的比我溜啊。就跟我们证明一下，你下面是可以的。你不露是吧？不露拉倒。啊，我有插头，你有插座吗？我有漏洞。靠！我当然有插头。我肯定是有插头的，就是你那个插座得插得进去，所以我们就能配合嘛，是吧？那你这么着吧，你跟我们就稍微的证明一下，就不用看，我们不看。滚你大爷的，你不露是吧？那你自己说要看下面，那怪我吗？我被这熊耍了，我不跟这个没有长处的熊说话。是你先要看的，我不管。现在你自己挖的坑，你得自己跳一下。你有才艺吗？你有 freestyle 吗？我有 freestyle， 你有吗？你跟我玩freestyle，那真的是美女，你找对人了。我觉得你这眼镜不应该是绿色的，我觉得你应该戴顶绿色的帽子。我是石女，石女是什么玩意？美女，我告诉你啊，绿色的帽子那是不对的，头上只需要一点绿，不要太绿。你是插座，男人插头，你搞什么飞机？对，我是美女。你那个大哥问你是不是石女，你这个都不知道吗？石女是什么意思啊？石女就是有尿道没有阴道。这个叫死女。你还给我装社会大姐，你喂。我也是醉了。这是真的吗？谢我陈哥的棒糖。这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，美女，这是真的。你们家大哥就是想让你说这个，知道吗？艺人，你知道什么是死女吗？我觉得应该不是吧，死女应该是有带屌的那种，带屌的那种女才叫死女吧。很精彩，谢我妈妈。死女就是拿黄瓜也塞不进去，莲藕也塞不进去，话筒是肯定也塞不进去啊，这个叫死女。我觉得他好可怕。我嘴大且性感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开个赞团？
我感觉我好像被一只熊给耍了。能帮我守塔吗？咋臭兵吧，你老是投不上。啊，投上了，没投多，谢我冰炮哥哥，我以为又没投上呢，吓死我，投上了有票了。你说你要干嘛？小马都威武霸气，兄弟们，对，没毛病，你们这样啊。啊，你守住，你只要投上去了都好啊，票少没关系，我怕你这又没投上去。没你了，谢我妈，谢冰炮，谢成哥，你说没你了。刚才我给了一个机会让你玩我，让你搞我，你居然死活没有搞动。现在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搞搞你？搞什么？啊？搞什么？拿那个麦克风的那个头。比嘞。比嘞。不是，我是说拿麦克风那个头，我就没让你去捅。你这么快就说比嘞？我说了让你去捅吗？哦，石女士没有来过大姨妈，那不是提前退潮了吗？你看这个美女拿那个两个手握着那个麦克风的时候，还往上面嗦了两下。要不这样吧，美女不是这样，你给个机会啊！你刚才先捂我的，反正我不管，你不能耍赖。你刚才先捂我，现在我得捂捂你啊，是吧？你拿两个手握着那个麦克风上下滑动两下。行，这个怎么逼累吧？我又没让你。这会被逼累，不能有性暗示的动作。我这个月一号就被逼累过，上个月月底最后一天被逼累过。是呀，哪里逼累？拿麦克风，两个手握麦克风，上下头啊，滑动一下也就逼累。那，哈哈哈，好娴熟，你还换手？好啦，可以啦。哎，有点娴熟啊。嗯，没有，其实他刚刚已经在滑动了，就是我一提呢，他就赶紧把那个手松开了。我都不知道，他是故意在那里。你看，他习惯性的两个手握着麦克风在那里。你怎么那么污呢？你玷污了我的麦克风。你上来就问我有没有屌，那我就得配合你吧。真有熊是有屌的，我跟那熊还有一腿呢。是啊，所以我好好配合你嘛。我哪晓得你这么害羞？我要是晓得你这么害羞的话，我就不让你玩麦克风。其实我不是害羞，是没钱给逼累了，再给逼累没钱吃饭了，知道吗？谢谢冰哥，这个月谢冰冰和冰炮的玫瑰花。你知道我很为难，我其实我那么污的人，被他搞得那么不污。美女，其实你别这么拘谨嘛，对吧？你就放胆子污就行了。你大爷，我放胆子污，钱不要了，不用吃饭了。啊、要什么钱？快乐一下子要钱干嘛？不是拿钱买快乐吗？对吧？钱买快乐不行吗？不就是为了快乐一下，你罚点钱怎么了？啊，外貌还不可以罚你一下子？